要穿的衣服和配饰这样的复杂，就算让三个平时伺候惯的丫头过来，也未必能在短时间内穿好。哎呦，可不可以让格林子来帮我？不可以。现在离天亮尚早，你还有时间可以慢慢琢磨。而且，我要你陪我到八角殿参礼。我？那大福晋呢？随他，他愿意去便去。不可以！你虽然是大汗，但是科尔沁与大金国的盟约不能弃之不顾。大金国需要蒙古人支持，需要科尔沁。我不愿再委屈你。我整这汗位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从此天下再无一人能制约我。我要我爱的女人正大光明地站在我身边。皇太极，你理智一点。我就是要你陪着我，我要你亲眼看着我坐上八角殿那张龙椅。我会陪着你，我会站在你身边，亲眼看着你坐上那把龙椅。这一生，你为我跪过天地，跪过先汗，跪过无数人。从今日起，你不需要再跪任何人。大汗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都起来吧。即日起，国中除
十恶不赦之罪犯外，一律宽免，改明年为天聪元年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又我先汗创立大业，今先汗已逝，诸位兄弟子侄以国家为重，推我为君，我唯有秉承先汗功绩，恪守先汗遗愿，我若不敬兄长，不爱弟侄，不兴正道，明知非义之事而故意为之，我因弟侄微有过错，便削夺先汗赐予的户口，天地无情，必加谴责。反之，天地神灵当佑我大金，我做昌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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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